天前，一个成都的小姐姐突然爆红，打败了全中国99.99%的女人。这段视频起源于成都最街坊对路人的提问：你觉得男人一个月多少工资可以养活你？而这位小甜甜的回答是：能带我吃饭就好。就这样让整个抖音圈躁动起来了，一夜之间众多网友赶着去成都。为什么近期网上出现那一位号称全网最好养的女朋友小甜甜？她究竟是谁呢？为什么朋友圈中那些未婚男子都说要去成都春熙路找小甜甜？归根结底，这短短的几句话唤醒了众多男性心目中的真善美。不可否认，现在一小半的女孩凭着一副漂亮的脸孔，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全部托付到男人身上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现象，才会让广大的男性同胞深感压迫。在这物质的社会中，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女子，击中了男人内心那边柔软的深处，男人心里最后一点阳光，可以说是一块暖心的糖吧。封几天释放完了，